主料，南瓜500克，辅料，白糖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南瓜500克洗净切丁，将切好的南瓜丁倒入豆浆机桶，加入适量清水，不要超过最高水位线即可。按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白糖，或加冰糖更好。但南瓜本身含有糖分，所以糖也不宜放太多。盖上盖子，通电，选择营养米糊键，20分钟左右，豆浆机提示做好即可。做出的南瓜糊口感很细腻顺滑哦。成品，搭配轻乳酪蛋糕，一番小资滋味在心头。烹饪技巧：一、南瓜可提前一晚上洗净切好放冰箱，第二天早上起床直接冲洗一下，即可放入豆浆机。刷牙洗脸的时间，南瓜糊就完成了，非常方便快捷。二、糖可按个人喜好甜度增减，但不宜过多。三、趁热喝非常好喝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